有没有想过在六星通街的情况下绕山地列斯外围一圈呢？没有想过的不要紧，今天祈福山跑给你看。近期呢，有位叫小微微同志的小伙伴，他在评论区里面留言，他说按照红线的路线来，可以从红线任意一点开始，绕最外围的路一圈后回到出发点，然后去最近的喷气店喷气，可以使用任何武器，可以中途换车，但是不能使用坦克、飞机之类的载具，挑战六星全通街逃亡。还有几个小伙伴他说建议下次开这个超级 GT 逃亡，就是驾校门口那辆车。 OK 啊，现在我们准备就绪了，还是那句话，万事俱备只欠逃亡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正在金门大桥的桥头，大家看到了吧，最左边，然后呢我们要绕着整个城一圈啊。好的，开启我欠 Arthur 500了，快点快点，速度提起来啊，这个桥上面很不好躲的。好，而且这辆车呢是有一些不好控制的。降星了怎么？好，续上，我们要全程六颗星啊，只要降星的话就续上。失控了失控了，我就说这个倒霉玩意儿特别不好开。又掉下去，好家伙，追我呀，怎么不追了呀，给你嘚瑟了。好，我们把心血上之后，我也上不去了，我天，完了，别，我们好像又见面了啊！再见。哎呀，这儿为什么有护栏啊？我的天哪！封死了，不撇这边，会回去啊。我们这辆车呢，虽然不好控制啊，但是速度还是很快的，没有问题。怎么又降星了呀？续上啊！我返回之前的那条路，好的，又降星了，很烦。又降星了，好的。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跑错了？好像跑错了。等一下，我的天哪！我们要从上边那条路跑啊，但是走错了。这边绕一下。好 ，OK，Go。摩托车。哎呀，大姐，你撞人了，你得赔一辆摩托车。又降星了，我一看到 FBI 我就知道降星了。应该从这里可以下去的，是这条路吧？对，上面是海。又降星了，我的天哪！哈雷摩托车还是可以的啊。哎呦，后面还有一个，又降星了，95加满，好嘞。哇，后面干嘛？算了，不回头看了。撞我，小样。这里有摩托，我换一辆。这位小伙伴他说任何载具都可以啊。
哎，来，坦克怼他，坦克太不给力了。哦呦呦呦！还是摩托比较省心啊。从这里跳下去。好的，应该是要进这座城吧？我之前看过那张地图，它标的路线。进城里面再出去。哎呦，贴边贴边贴边，好家伙，差点。哎哎哎，是我，哎，前面还有一辆坦克，后面还有个阿 Sir。 好，没汽车吗？这不是一个停车场吗？好的，上了高速公路啊，兄弟们，没有那么多讲究了，只要不作死的，哎，这个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。哎，这是潘长江600了，兄弟，借一下摩托车，着急呢，快点儿，你下不下去啊？给脸不要脸啊！哎，好，算了，不要了，他到另一边了，那捡一次那多危险啊！所以说刚才就有作死行为哈，千万不要下车，下车就急急死你了。高速公路有点无聊啊。看一下地图啊，别走错了。是前方左拐，然后再左拐。好，这里左拐。哎，刷了一辆摩托车，兄弟兄弟，江湖救急！哒哒哒哒哒哒，不好意思啊，没办法，逃命要紧啊。前面再右拐，哎，有辆运输车，啊，没事，好的，潘长江600就是快，太快了这车。哎哎哎！哎呀，我靠！哎呀，你他妈的真的是！哇，别我！我的天哪！我真的是啊，不是因为有那辆坦克，我直接下来炸了你了。这些 NPC 真的是没脑子啊！摩托车捡……哎哎哎呦我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！啊！我刚不看左上角那几个字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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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摩托车也没有了，上山啊！哎，又降薪了 ，FBI， 哎，啊，又六星了。哎，其实我们可以开 FBI 的车啊。OK，
哎，这辆车司机不是被我打死了吗？好家伙，你还能开车啊？哎，你太过分了吧，幽灵 FBI 啊，搞什么？我靠，拉空气啊，我走了。哎呀，这里为什么有围墙啊？幽灵 FBI 不能打他，不然的话他会爆炸的。这么狭窄的一个空间，我们也会爆。哎，没有降心啊，怎么多了一辆 FBI 车？哎，前面路上，躲开。哎呦，还是被打到了，我天哪！上山。太难了我，直升机，我先把这直升机干下来。下来吧你，倒挺舒服的，在天上面待着。OK， 但这里没车呀，我往下走走。好家伙，你这炸的没完没了啊！下面有车，哎呦，被我刷了一下没了，转了一下视角没了，后边跟了一架直升机，快跑！哎，有摩托车，首选摩托车啊！哎呦，我靠，天哪，快！我会感谢你的，有缘人。路上，我好像发现只有洛圣都才有路上啊，别的地方都没有路上。尽量贴边跑啊，不然的话碰到路障就不好躲了。好，来到了洛圣都机场。哇！哎呦！我们从左边走，这里可以下去了。看一下地图啊，直走啊。其实六星对于摩托车来讲很简单，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怎么走啊？我看一下地图啊，从这里上去。好，这儿有坦克，绕一下，来，过来。好的。看一下走对了没有？哎呦，不行了，太路痴了。OK。可能是老了的缘故吧。
这一路也没有什么威胁啊。哎哎，哇！加满，这条路跑得好无聊啊。看一下跑哪儿了啊！啊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从左边走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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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上轿回去了，成功了，兄弟们！哎呀，路上！哎呦！啊，车轮胎打爆了！快快快快！坦克！哎呀，好烦啊！快点成功了，你太过分了！找辆车啊，不要慌不要慌，稳下来啊，兄弟们，靠着成功了。但这王八坦克一直追我呀，我的天哪，还有阿萨打我，我从后边，哎呦，一把 M4 啊，我不缺枪啊，我要载具啊，天上还有直升机。哎，我们要不在大街上面先看一下情况啊，慢点慢点，不行，没车啊，大胳膊车呢，我天，哎，直升机打我，不行不行，溜了溜了溜了，把铁人三项的那个精神拿出来啊，跑跑跑跑，我今天我不行我也得跑过去。啊，不要打了不要打了，咱家后院都不放车的吗？啊，住什么别墅呀？哎呀，不能跑外边，跑外边老被打，跑里边还有直升机。快了快了快了，马上就要成功了，这搞辆车，得搞辆车啊，还得去消心。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快快快快快！行了，不行了，完了！哎呦，突然碰到一个路障啊！兄弟们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地图啊，我刚刚在哪里死的？来看啊，就差这么一点点了，我真的是，哎呀，太过分了！但是我们后面还要喷漆的，太可惜了。绕这么大一圈，到终点的时候，GG了。哎，我宣布挑战失败。